啊啊，你不应我了呀？哎啊哈，哎呀，哎，阿婶呢？要不要？要。要什么？要不要？要。来，你这样学东西就快是没？要不要？要。要不要？要。阿婶。要。要。阿婶要。啊，连起来读嘛。阿婶要。要。阿婶要。要。要啊。谢谢。老板。说大声点，谢谢。谢谢。哦，不用谢。哦，姐姐在干嘛？你想跳吗？嗯。又在观察。哈哈哈哈哈！再高一点，高一点。哈哈哈哈哈！嘿嘿，你看这个蹦得好高哦，你看。嘿嘿嘿，那姐姐。来，姐姐跳高高了，是不是？啊，不要仰着你。来，姐姐跳高高了。套一个嘛，套一个啥？哎，你丢进来。我的现在要妈咪啊，我怎么穿？他会咬我，但是呢，我一天照，我每天都来照顾他，所以。
是吗？对啊，天天都是我揍他，你说天天。那，你别别，你别。姐姐跳两个鱼在船吧，还有一只鸭，还有鸭鸭吧，我们拿回去捞，买一个老鸟。你那个哦，那个小老鸟嘞？嘟嘟，嘟嘟。套了三条鱼，再压给你们。哈哈哈哈哈！回去给哥哥养。把鸭鱼再去给哥哥养。哈哈哈哈哈！对，男的脱妆。开心吗？开心，开心啊！嗯，那你。那你在这边要好好读书吧，以后我们经常过来看你哦。到时候看叫小小哥、小小弟弟带他一起来玩啊、哦。那我们先回去了哈、哦，太晚了啊、哦。小李今天回去了。丫丫她冷冷的。来，带着丫丫走，快点。她不走了。喂，你上脚了，走走走，回去了，冷冷的走，你走走走。走喽，回家喽。